CMS、CAPP 配合 iFix 红丝，使用 IO 交握。在 IO 交握的时候，我们经常机器已经有控制器，而且是旧的，我们要让铣床、车床、机器人全部连成一个自动化的设备，由 CMS、CAPP 来控制。那么它本身如果没有通讯模组，我们也没有准备用 CMS、CAPP 自己埋 IO 的方式来控制机器的话，那么最简单有效率又经济的方法就是使用 iFixed 的 Red Lion 来连接这些系统。群泰科技位于内湖科学园区，那么在内湖距离 B 公司非常近，那么他代理美国的 iFix。 我们来看他的 logo， 然后我们来看 Ray Lion它的界面 RS232 USB RS485 Ethernet， 那么 CF 卡 RS232485 Puffy Bus Device Net Can Open， 那么都可以跟它连。那我们使用的方法就是我们的CMS、CAPP 在 PC 上面用 Ethernet 跟 Red Lion 连在一起，那么 Red Lion 跟 PLC 连在一起，那 PLC 如果没有通信界面或者是一些 PLC 我们完全都不认识的，那只要雷莱翁的手册说他可以跟这一部 PLC 连线的话，那么我们都可以配合雷莱翁的代理商把 PLC 跟我们的 PC 连在一起，那么直接使用CMS、CAPP 的 IO 交握来控制自动化的设备，铣床、车床、机器人，或者是好声托、组装机。因为 Ray Lion 最早向 B 公司推荐他们的产品，那么之后 Mitsubishi 也宣称他们有类似的产品，也就是现有的自动化设备他们希望做 IO 交握跟别人连，我们如果无法找到简单的连的方式的话，那么最简单的就是采用 iFix 的 Ray Lion， 那这就是 CMS、CAPP 在 IO 交握的时候
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，解决自动化的控制的问题。